我求求你收下他吧。还是不行，青井老怪，你也太严苛了吧。就是他守护竹屋护山海图，还赶跑了鬼屋，他还是西域和华夏。跟他是谁没关系，我只是还没看清他的内心。这孩子总是轻视他人，有天资聪颖，我看错不了。学法先做人，容老夫再想想吧，免得……哎，当年我们都是被那人蒙在鼓里，不是你的责任，别太自责。让我想想，最近山下饥荒，我想种些能果腹的植物来解百姓之急，等我解决了这件事再做决定吧。你呀，你说着异于尘世，再无瓜葛，却还常常和你肥仙常常舍粥布施比起来，不值一提呀。哪里我那点也就是自己喜欢吃，顺便好了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出去办，你自便吧。喂，怪老头又走了，那小家伙怎么办？小家伙，小家伙，晚秋先生，我在呢。进来吧，青井老头走了。青井先生愿意收下我了吗？这老顽固脾气倔得很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晚秋先生，您别为难了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哎，你这孩子还有希望呢。啊，还有希望？对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最近山下闹饥荒，青井正为这事儿烦闷，咱们只要为他分忧解难。嘿嘿嘿，好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拜师。好，那我就帮你拜师。晚秋先生，你太棒了。哎呦呦，小心。还是师傅有办法，有了衣服和火再也不怕冷了。师傅是不是可以把肉烤上了，肚子饿得已经瘪了。就知道吃。我的东西烧得怎么样了？已经用火烤了半个时辰，应该好了。师傅，有肉不烧，烧这个做什么？少废话，这个东西烧好了管饱你。师傅您看，烧得黑气麻糊的。这丹熏风中有一株名贵树，叫丹木，五年一开花，十年一结果。吃它一颗果子，能保人三日不饿，体力充沛。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，但看管丹木的神兽幽恶特别难缠。但这包含法力的桃物兽骨能够控制它，为我效力。师傅就是师傅，真有办法。躲远点。哇，这么神奇。师傅成功了，我们不用饿肚子了。这下丹木果就都归我了，小游客快去摘吧。要是到处都是晚秋先生说的这种丹木多好，一个小果子就能吃得饱饱的，大家就都不用挨饿了。不过先生还说，丹木果是丹木的精华，不能全部采完，否则丹木就会枯死，咱可得注意点儿呀。
们这些臭猴子可别太欺负人了。别以为我们是好惹的，来呀，你们来呀，我不怕你们。奇怪，这波泼猴怎么不追了？喂，冒烟的水潭，晚秋先生说的应该就是这里吧？我们快去摘丹木果吧。哎，你等等我。这又是什么怪物？潭中的一棵巨树，这红色的应该就是丹木果了，快被这怪物摘完了。先生说丹木果全采完，丹木树就会枯死。师傅，你看是那小子。如果丹木枯死，以后饥荒再发生，大家就只能饿肚子了。师傅，那小子不会坏我们好事吧？慌什么，他俩不是幽恶的对手，现在将采丹木果才是正事，而且要全部采光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咱们得阻止他。咦，大马猴，看这里，花脸怪，来呀，来抓我啊。小淘气，大马猴，这丹木果你可不能都摘完啊，快走吧，不然小淘气还会用水喷你。等等，小淘气，你看这大马猴脑袋上怎么有条线？是鬼屋，这大马猴应该是被鬼屋控制了。被你发现了，但你又能怎么样呢？游客，给他们点厉害尝尝。他怎么笑了？小淘气，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？就让这两个小混蛋笑死！真是可怜。又是什么？还不好，遇到对手了，上啊！哎天哪，我差点笑死。哎，不好，快跑！哎呦，师傅，我们怎么？被包围了。小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啊。救命啊！